分钟，首先我们请蒋业慧议员开始质询。谢谢主席啊。那个屏东酒驾致死率全国第一哈，然后这个周立伟说这个酒驾吊销执照两年会影响生活跟工作哈，然后这个我不要唱我醉了，我醉了。我醉了，屏东酒驾的第一，孟安战绩不改你。屏东有春也有米，放纵酒驾晒死你。酒驾撞死人，还一个家庭家破人亡，一身痛。无法解救，取消吊照，让我更沉迷酒瘾。我的嗜好是喜欢喝春酒，还有米酒，喝大了。交通县长的领导下，哈，去年的酒驾哈，这个第一名哈，比高雄哈早了一个人，但是高雄是人口是。屏东的两倍哈，但是见不见哦？县长有酒驾的肇事措施哈，然后你还清点这个接班人哈，就是阻挡酒驾的周立伟哈。然后我想请问潘县长，对于任内酒驾哈肇事害全国最高的政绩有什么感想哈？如果周春敏立委当选县长，我很想问他这个阻挡酒驾法哈，复航酒驾对这个酒驾肇事。死亡的家属是不是有能够交代啊？又如何来抑制这个酒驾哈？然后光复路哈，这个有十户不同意户，不知道县长你大人会强拆吗？不要把这个大苗栗大埔事件哈，在屏东市重演哈。然后这个107年的时候哈，你们县府有说哈，这个如果哈同意不同意户哈。好，要同意以前才动工哈，拆除以前是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了哈。然后这个104年平北高架化哈，你们有要建构这个前站跟后火车站哈，没有前后之分哈。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要征收新屏东旅社哈，它可以变更为原计划，它有特权吗？他整个都可以保留下来，这边都没有人住户，然后他现在是在当停车场，却可以原地保留哈。那你们有1.4公顷哦，这个1.47公顷的土地，你们要变更为商业用地，现在是铁路用地，然后你们却拆民宅哈，那是不是可以依循新屏东旅社的案例，把它变更？好，把这个光复路、建民路、柳州街哈原计划。变更为原居皇帝渔民哈，然后不知道这个内施哈，他107年的那个公勇路也是他拆的哈，这次这个光复路也是他拆的，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提供这个服务建议书哈。然后这些的住户都有58年就取得合法的执照了，而且他们的土地都是建地哈。然后其实哈，你们要善用公有地哈。这个从这个1.41公顷中间画一条路，就是从贵阳街哈，然后现在在当停车场那个没办法，现在是空地啦，现在都在长草，然后呢接光明街哈，然后呢就可以通往这个台27线哈，然后就是要活化，其实这样子你们从中间哈。破开，其实它两边拢会当做店面啦，嘿，土地个路路给得啦哈。靠边养拆民宅，而且你们要把那个土地哈，铁路用地变更为这个商业用地哈，这卖给财团可以把公有地变成商业用地。其实你们这样是在土地财团呐，哈。然后人民哈在这个吃土啊哈，啊你们105年哈在不知道情况下把他们分割啊哈，结果你们就要抢到这土地财团呐，啊，那。这105年在不知道情况下都把它分割了，哈，然后这个计划要23万人口的计划，现在才19万人口，你们还在这继续执行，而且这个计划都是能吵来吵去了。然后
然后在这个城乡发生冲突的时候，人家我们在台北的时候，他都还请我们进去这个商量哈，啊，结果县政府却去阻挡这个陈情人在外面，难怪那个警察都当炮灰啊，那个第一线警察很无辜啊，然后这个跟这个铁屋寸铁的百姓哈，作为抗争哈，其实倒霉都是第一线的警察，好，那其实香蕉巷你可以延长200公尺啊哈。然后就不用拆到光复路、建民路、柳州街，然后它可以通往台27线。然后现在大型的聚会，现在又是毕业典礼哈，是不是可以规定打3G或者是快音信才可以入场？然后现在有3000多个人确诊了，那一笔多少个服务量？我们的支援的应付的人数是够的吗？然后这个孟加拉发生火灾，有9个消防员殉职哈，那是不是这个？消防员他是有过劳，血汗那个烟火换来的哈，是不是可以提高他们17000的超勤加班费，或者是取消那个框架，以实际超勤的部分变成现金来补贴他们呢？然后俄罗斯侵入乌克兰，那芬兰他们就在地下室哈打造那个避难空间哈，让民众可以容纳6000人，但是我们却在坑道里面哈给友达光电挖山华里砍树种电哈。那潘县长，你有保护我们屏东县民吗？你敢喊台湾一边一国吗？来保护我们屏东县民吗？然后这个在7年前那个现在你最为骄傲的那个胜利群众，在7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是副处长是曾龙阳啊，我跟那个叶庆元哈要去阻挡哈，那边听说20公顷都要拆掉当停车场啊，好，那在我建议说哈要抗议呀、啊、哈，然后还有加入曾鹏学啊那个义大教授哈，曾鹏刚老板还有爱乡协会，还有这个媒体的努力下哈，今天才能够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哈。然后当初你们现在胜利区成为全国最大的亮点哈，当初叶庆元哈还我们进入的时候，厂商还以妨碍公务罪来告叶庆元，还接收到厂商的恐吓电话哈。然后现在呢，屏东公园的那个神社哈，已经哈被拆了哈。那现在已经哈那个没有了，这个可以复制还原嘛。然后九大湖在大洲里哈，高震音高震动哈，还是依然存在哈。然后这个万丹这个养鸭场哈，第二次的核准养鸭，你们有已经核准了吗？然后人口负成长，高房价低薪啊哈，这个看要怎么办啊哈。这个如果我们能够一胎20万哈，一年花6000万，马上生出3000位的婴儿啊哈。然后或者是哈，这个让那个要结婚的人，他薪资如果有3万块，然后政府然后补助2万哦，一个月5万，他才能够办法有组织家庭。然后大湖里的地下工厂到现在都还没签呐、啊、哈，然后那个石头影的那个古墓已经哈没了哈，然后这200万哈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落哈，要那个调查石头影的文字价值，所以厂商现在一直都在挖山华林砍树种电啊。唐龙国小哈，它的基本随机是48个人哈，结果你们却是给它限制招生一班哈。那当然啦，因为你们要新开那个新实验那个科技园区是实验学校嘛，我担心哈，这个唐龙国小是为商业区哈，你们慢慢把它萎缩哈，然后以后变更了为商业区啊，卖给财团。那南龙国中呢，其实上说你们就减了57个，然后又增加一个音乐班哈，事实上哈才减了24个人哈，其实上。国家决定一般哈，少子化一般以28个人为编班呐、啊，结果你们还是以35个人给他为编班，产业那个污染呐、啊、哈，然后那个西市场哈，如果哈这个盖了市场以后，你们会让原汤商进驻吗？还是让自己的专角进驻？然后这个人事这个秘书专员计征都没有升职，只有科长升职哈，然后这个县民公园这个停车场很常吵闹，是不是可以设定停车费？光复路217号目前封路，它的现在地目是什么？然后太平里哈，太平里你们说不要给他住了哈，所以契约到了又不给他续约了哈，这个很无奈啊哈。然后林荫里还有食物没有搬离啊，县长你会驱离吗？太阳能板哈，这个会不会污染到屏东的农地哈？然后漂流木哈，是不是不要当废弃物处理哈？可以标给那些艺术家哈去做。如果我们屏东
火车站如果能够用漂流木来做装饰，或者是在那个大武山的那个新的那个公园那边用漂流木大量漂流木来做装饰，一定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哈。来，我要请问县长，现在酒驾全国率哈第一哈，你可以回答一下吗？请潘县长答复。你有什么感想吗？谢谢大会主席潘议员，谢谢蒋议员哈。酒驾当然是零容忍，酒驾要严办，但这个我认为议员刚刚执行这个两个错误，第一个不是酒驾致死全国第一，第二个呢，第二个在这个您刚刚 PowerPoint 上什么钦定接班人也没有这一回事，是经过初选。第三个，在立法讨论的过程，大家去表述这个呢，你倒果为因，然后呢指鹿为马，我认为这不应该。因为呢，就好像我们这个闯红灯，包括红灯右转违规，这些都是算违规动作，但这个量刑是不一样。那大家在讨论的，在立法过程，你要知道我那个超速，好，那个你们挂的那个什么科技，我误判，我只要误判，然后左转到红灯，我就被开罚2800耶！哎，你们这个酒驾，你们这个酒驾死亡率，你都一点不关心。你没有看那个图吗？你是全我们去年2011年到1月到10月，你这个图也是错误的。死亡人数31个人，比高雄多一个人而已，少一个人而已。你就搞不清楚，我在讲的是叫量刑要不一样。我刚刚开始，我跟你讲，你这样是哈纵容酒驾，你们民进党纵容酒驾，看不到路呢。所以我取消驾照的话，我根本不用担心啊，我还是继续喝酒，反正你们又不抓嘛。你喝酒啊，你喝酒我就来抓。你们就是，反正我是轻微的嘛，哈，我是0.几嘛。事实上本来就像我那个科技违法。我误判了，结果谁同情我，还是一样开罚、啊。你自己，然后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这个你还要通融啊？哦，酒驾没有人要通融，酒驾这代人，你说还有什么分什么重刑轻刑啊？我跟你讲，科技违法他根本不了你，你重刑还是轻刑啊？你根本是在鬼扯，哦、真的是。来，我问你一下了，对吧？那你有什么措施嘛、欸？那你现在明明数据就是这样，你有什么措施啊？怎么会没有措施？来，那你讲一下措施啊！你不要这么给我解释一堆有的没啦。啊，你要我讲啊？不然我要干什么、啊？我又不是来这边玩的。你讲啊！啊，你要我讲我就讲啊。那个酒驾的措施，这个酒驾零容忍，我再度重申，酒驾要重罚。但这个酒驾，我们目前从积极面及消极面的防堵，因为每个人的行为我们难以管控。但酒驾的部分，我们每一天在从这个数字出来之后，我们每一天也包括啊定期不定期的在所有各大路口临检，从积极的包括开罚重罚以外，另外呢就是用这个所谓的这种啊宣导教育。然后呢，透过各种管道，那甚至呢，在几个路口上能够更增加，同时也增加公共交通运输，这是重点。那让更多的代驾或是这个来让酒驾呢，不要有酒驾，喝酒就不开车，开车就不喝酒，等等各种。你这个有办法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你有办法一直？那我问你一下，那你有办法？那如果酒驾撞死人的家属，你们要怎么样有个交代呢？是你去酒驾致死的，还是我去酒驾致死的？不是，我是说那、啊、你讲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啊！撞死人呐、啊！当然，我已经说过了，酒驾零容忍，酒驾这个开车这个一定是要重罚。这没有不得商量，你会掉下没得讨论吗？撞法，你要撞法什么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人家在讲在讨论，那有量刑，那听无。我怎样？
就差两个这中都。啊，你有吊销员证照的吧？执照的，那个驾照的没啊？一员做小偷，甲去抢强盗是完全不同的量刑，闯红灯跟右转是不同的量刑。大家在讨论的是这个。啊你！你在倒果为因。啊！意思就是讲，迄个若喝醉酒，迄个撞死人，就是没吊销证照就对啊。议员，大原则就是酒驾零容忍，酒驾要重罚，这个一定要禁止国家的法律，而且造成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对啊，一个人一个家庭哦，家破人亡啊，像我的朋友啊，伊讲哦，伊去有一个酒驾啊。一个撞死了啦，结果撞死了哈，也很衰，因为那个人哈也没有财产，所以要怎么赔也没有办法赔啊。啊，这就是社会无多接受嘛。对啊，这是他要撞到弱势的啦，结果哈造成他们家、啊這個、那个家破人亡啦。这个就是社会。啊，你啊，像安尼，咱我们政府要怎么出手啊？因为他无奈啊，他被抓去关，也没有任何收入啊，而且他也没有办法赔啊。這個、都是对不对？啊，所以你想讲，啊，若酒驾，或是若酒驾撞死人，我们政府要对这个被害者的家属有什么补助啊，或者是什么关怀啊？啊，无你看，嘿，喝醉酒的人吼，大部分哦，拢怎，拢弱势的啊，拢也无财产的，也无多赔啊。哈，啊，若像安尼，你要哪处理？我可以讲了吗？好啊，你可以讲。啊，你要我那边讲，你了搁底下，你讲讲讲讲。好啊，你讲啊，你讲啊。我看你好像是喝醉酒了，你要小心，你这样看不到脸呢。你这个是错误的示范了，不要拿酒进来哈。那个，好，没关系的。你要喝春酒跟米酒啦。啊，你要喝春酒，你要小心了。哎、我醉了。啊，你再酒驾，我就要来取缔哈。那我要、啊、我要建议哈。我们政府科技违法，常常误判啦、啊，都被开罚啦。啊，好啦，议员。这个都有拍照了啦！啊，你安尼目睭，你安敢看有？有啦，我有看到你，你赶紧过来，没有另外时间啦。啊，你遐厉害，你搁看有咧我？有啦。好啦，啊，我你话讲一下好未？好，你讲。好，咱拢同款的情形，每一个拢有家庭，无人希望酒驾啊，搁造成家庭的破碎伤害，这个是社会没有办法容忍的哈。不管他是达官显贩、贩夫走卒，每一个人都是一条生命。也都是一个家庭的重要的分子，那没有他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是法律都是要一定要保护所有的人啊。但是呢，当初你在讲这个事，人家是在，我不是在替周伟那个，他在讲说，因为我是哎、欸，你莫打回所问，我今麦在问你哎，如果、哦、你问我好啦，如果酒驾他这样哈，你没给他吊销执照，他撞死人的话，我们政府这边有怎么？怎么样的情况对被害人有什么关怀吗？内容？我们目前的国家的法律里面有被害人照这个在场这个有一个被害人补偿的一个机制哈、哦。那被害人补偿机制必须到法院去申请哈、哦。那这个部分呢有会代位求偿，国家法院会代位求偿，比如肇事者，好、哦，他会代位求偿。那不管他有没有这个法律动作，一定会保护被害人，有一种保护被害人保护法，那这个部分都有国家的法律哈。那如果立法不足，这个将来再修法哦。我个人是这样的认知哈。那目前呢，可以被害人如果被撞死，然后对方又没财产或者是脱产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国家要怎么来关怀这个被害人？他们有那个法服基金会哈，对于被害人有法服基金会，对，碰到这种状况，法服基金会会强制的来辅导协助，那协助向这个加害人来求偿，那个叫所谓的代位求偿哈。那如果是有财产，他就会直接求偿；如果没有的话，那国家会先这个法院会先处理，然后有代位求偿。但我们不希望。一直要去所谓的酒驾，就是最好都是零酒驾、零容忍，不要造成社会的悲，这是我们衷心的期待哈。但总之，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哈，而且有人无同，诶，这个做法无同的看法，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会较无同，啊，但是法律若不足的所在，就爱去修正，这点呢，甲议员来做补充了哈。反正哈，这个你们其实对酒驾的人，哈。这个法规，反正民进党是修法，你们
没有给他吊销执照嘛。你没有给他吊销执照，那当然他关关检外的关检外，你哪给他吊销执照，他的生计有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戒酒啦。来，我问你，关护路这里也强拆吗？我一切依法行事了哈。依法行事是怎样？那个会动工拆除的地方吗？这个已经有自动拆除的人，那我们会当然尊重这些人的权益，尚未那个抵触户呢，我们还在沟通当中哈。那当然，你们包括你们，他们有去循着法律救济。那最高法院也都判决下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尊重，但是还是以沟通为主哈。那但是呢，总是这个过程还是要有正确的讯息的，避免以讹传讹哈。所以呢，会拆还是不会拆？如果不同意户坚持到底的话，会拆还是不会拆？我想有法律的程序机制来走哈。那这个部分我就是用我们在公部门就是遵守这个法律来处理。哦，所以，婚检哈，恁有写嘛哈，要同意才会以前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嘛哈。所以目前如果他们还没有沟通，你们还没有沟通完成的话，你们目前应该是还会保持原状了哈。我们沟通从来没有间断过哈。来，我问你哈，这恁104年的就弄你的任内嘛，哦，你讲哈要南延哈，南北中央轴线嘛哈，然后这个塑造这个广场的意象嘛哈，就是标榜的是前站跟后站没有没有之分嘛哈，结果你们计划好的计划，结果新坪东旅社可能是有特权啦，所以您准那改变更保留原计划，所以您今嘛这个土地您就免征收啊，今嘛在做停车场哈。那一点，那边有一块哈，那一块，哈，这个你们要把它变更，哈，变更为这个那个，哈，这点，你们改变更为商业用地呀，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个你们可以将这个。要征收光复路、建民路、柳洲街这一个，把它变更为原计划还地于民吗？你们之前城乡发展处说哦，征收的土地呀、啊，征收人民的土地要还地于民，你这个有办法把它像那个新坪东旅社一样把它变更回去吗？第一个，那个议员你都是用错误的讯息哈，那个旅社一直以来都是住宅区，没有变更过。第二个，你讲的99年以前，那是以前台铁局的想法，那并没有付诸实行。第三个，这从这个都市计划你在讲付，从民国44年开始有屏东都市计划，你我都还没出生，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都市计划怎么来。然后一直到民国81年1992年的时候。台铁提出了一个都市计划的第一次的通盘检讨的变更案，那也因为这样来把说作为一个附，那这个附呢，就是它必须去经过重划，有些附带条件，它才能变成住宅区或商业区，也都是一路以来就是这样。从过去的历史文理，民国44年，我们都还没出生，1982年就是民国81年台铁提出变更，一直到民国99年，一手都在你们政府的底下哈，这个破坏完成的哈，也没有经过人民的。为什么？如果像你们这个公有地，你们公有地要进行这个商业区、特区什么附带条件，这个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你们不要去拆那个市周围的民宅，你给他拆了，家破人亡。整个家都没了哈！我是希望，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更为原计划的话，环境的气况没有，大家都来变看没有嘛。台湾我无迄个本事当变原计划。到时变看没，到时够有人死死，就像迄个苗栗大埔安尼吼，够有人吼死里里面头就让你看。你根本是在鬼扯，那跟苗栗大埔不是同样案件。我跟你讲啦。你根本在鬼扯。事实上，你们有没有可能啊？去做那个贵阳街那边画一条路？
利用公有地画一条路出去啊，啊。如果照你的所为，那个这个可能在北韩就可以。哈，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国家有国家的制度，我上任前这个都已经规划好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国民党会倒，就是这样嘛。所以国民党倒的话，你们嘛，啊，你们又要承袭那个国民党那个年代，我恐怕差不多就倒了。那也不可能。现在是以民意至上。你都无咧替人民着想，我跟你讲，你也撇他当然，搞不好要做村民也是也袂对啦。好、啊，我跟你讲，贵阳街啦，哈，你可以从贵阳街那边开一条路啦，可以刚好从那个中间哈，那个开出去啊，哈，那个什么，从这个中间哈，从那个中间给他画一条路出去哈，哈，因为那边有个雪山的那个地方，贵阳街画一条路出去，利用公有地哈做道路哈，你不要拆人家的民宅哈。当那个道路，当交通用地，结果你们的铁路用地却在做变更为商业区，有人安尼吗？把个国家的土地吼、哦、来卖哦，迄落哈。你看，你这条泡泡文吼，四十四年，民国四十四年的都市计划啊，啊你嘛还袂出事，我嘛还袂出事。人都摕到迄落证照啊，民国九十九年开始提出来都市计划，是合法，而且又是建地耶，你把人家建地化为道路。哈，合法，人家五十八年就合法取得证照，而且他们是合法的，是建地耶。啊，建地是足贵的呢，今麦迄个火车头一平都一百万啊呢。啊，你讲我征收22万呢，对不？哦。人家怎么会服啊？我都无地，我就提来卖你。来，我问你，那个内斯哈，他可以提供那个服务建议书啊？这应该这个公开的，他应该可以提供吧？内斯伫西雅乡呢。我知道，恁的姻缘吼，伊电话也无人接啦。我来讲哦，内斯哦，嘛是迄个公有路的，恁公有路的嘛是予伊迄个嘛，嘛是予伊迄个，予伊迄个的嘛，予伊贴的嘛。啊，这有法度提供服务建议书无啊？什么？你要拆人的厝，你要拆人厝，应该有迄个爱甲厝边隔壁人讲啊，啊嘛爱临房鉴定啊，啊无咧拆的时阵，那就地动的，安尼你。你那么会议那个啊？跑到隔壁呀、啊？议员，这有采购法的规范哈，啊，咱一切照采购法的规范，采购法的规范安怎，咱就安怎，好不好？所以袂见就对啊啦，袂见提供就对啊啦。哦，议员你安尼吼，我安尼，我看你寒哩足辛苦的，啊，真少翕啊啦，恁小弟细怎样啊？底下，你话该叫人你倒退一下。免啦，免啦。免啦。我欢喜就好。有产业关心嘛？哦，这个哈、哦，1.47这个土地啊，你们只是要想要把它保存完整。其实从中间呢画一条路，那边刚好贵阳街画一条路进去，根本不用再拆到光复路、建民路这边啦、啊。因为哈、哦，这个有上百亿的、上千亿的那个收入，是你们把它规划为特光复嘛？好、哦，这个。其实讲起来哈，你们都是为财团着想了。说真的，议员，你讲你拢大概拢讲为财团着想。哎，富民国99年就到今嘛，啊，阮嘛无去变经济，啊，你嘛拢讲阮变经济。对对，就是国民党的时代，恁即摆民进党时代，你们不能再承袭国民党的时代嘛。若要开路，你就讲我土地财团，即摆要搁叫我开路。本来就是土地财团啊，本来就是啊。啊，我若要开路，你就讲我土地财团。本来就是啊。你即摆要搁叫我开路。的是这个新屏东旅社本来要有那个广场广山，结果你看他到现在搁好好里呀，伊拢无改叮当嘛。这有地政资料会当调来查，这为古早到即马，这唔是啥物人，这咱嘛唔捌，哎，咱拢还袂出事嘛。啊，这古早到即马都市计划，啊，这拢有地籍资料，这不要啊，你们咱来讲真正的啦，嘿。哦，所以讲起来就是。光复路、建民路、柳州街，哈、哦，那大家拢还袂沟通好，哦，如果全部都没有沟通好，反正恁袂听就对了啦，哈、哦，哦，袂听嘛。而且你讲。有意思嘛？就是安尼啊，应该是袂听啦。阮来尽量来沟通啦，哈、哦，我感觉这是安尼啦，规个城市有城市的发展，啊，当事人阮知影，即马咱要求代替伊要重的情，伊即马还毋是商业地。伊必须要有回馈地层会当来甲咱原来这个区。因为那个1.47亿那一边，哈、啊哦，那一边哈、哦，
还是那个嘛，人家这个地都是在建地嘛，所以你们也没办法拆啊。然后你们的铁路用地也是铁路用地嘛，也还没有变成商业区，什么特跟附嘛，哈、哦。所以说真的，你们做这道理，你们没办法跟人家拆，因为在105年2月24号的时候，你们给人家禁为分割，你们给人家强行分割，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这不是安尼啦，哦，一万。无，我拢较清楚，你袂比我较清楚。我106年就你要抗争啊，吼，这甲公园路一起抗争，对啊，这我你可能无比我较清楚啦，讲真的啦，哦，而且哈、哦，说真的，你们的计划书啊，这个很好笑，哈、哦。说什么征收哈会增减什么转业人口哈，然后呢土地哈这个哈那个什么那个啦哈，还有什么火车周边跟什么农林牧场业有关系啊哈，这个计划对这个农林渔牧产业链影响啊，这个计划是都吵来吵去的啦，我有看过这个计划书啦，啊，我希望哈，而且哈这个一间哈，一间有一个20路一间58米宽呐，哈，啊，恁搁要改迄个，哈，好，姐啊，一间有25米宽啊啦，啊，你哥哈，你哥改扩充18米宽，安尼拢总偌济，安尼就是43米宽啊嘞，哈，啊，你有去现场看过无啊？我看你可能拢无，你拢无去关心啦。好啦，反正哈，你袂听就对了啦哈。我跟你，我听你讲啊，反正你袂听。我逐天为遐经过。哈，你逐天为遐经过，啊，你有下来打招呼无啊？有来甲因关心无嘛？不管要听唔听，你是主人啊，你有落来甲因关心无？我依法律行事啦，吼。哈，你拢依法嘛？啊，都甲国民党同款嘞，拢依法，所以伊个落台就是安尼啊。你若讲依法嘞，就直接落台啊，都话，搁换别人做啊。啊。真的啦，来我问你，然后这一个曹启宏的时代啊，他都哈让开放那个大礼堂，让我们进去做沟通啊。啊，你拢甲门锁起来，不怪吼，迄个会发生冲突，啊，结果警察拢搁里啊举牌，大家拢袂爽，所以大家都就把炮灰针对警察。这个以后如果抗争的时候啊，避免冲突，你会开放这个礼堂让大家进去沟通吗？然后把相关的人都叫来，像我们去行政院，我那北那个行政院长哈，郭美出征枪哈，王八蛋，他都没怎样，然后呢还请我们进去。还请我们进去做沟通，啊，你没有啊，你就是，哈，你就是，把门那个铁那个县政府的大门关起来，让警察去对付这些铁无寸铁的百姓。李万，这个公署法已经有改变，已经有重新修正，啊，你唔好安尼，大家乌白讲骂啦，你都骂人王八蛋。我来讲啊，反正吼，不要紧啦，你也要讲过吼。伊讲我有骂啦，啊，伊讲迄落啊，迄个主席讲要甲我过，你若要甲我过，啊 ，OK 啦。反正有啦，王八蛋吼，那个罚款吼8万块啦，我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啦。好啦，你唔按乌白讲骂啦，这样呢吼。我讲来，我问你啊，你像你这样子的话，你这样错误的示范，像你这样子的话哈，你会开放吗？县政府你们做沟通吗？这公署有公署的一个那个，那阿里的唔菜奇啊，阿里要来丁井，咱有丁井的划设的一个区域，好，啊，这是民主社会。那个行政院拢叫阮去面嘞，总统府拢嘛叫阮去面嘞，哦，啊，你拢无啊，县政府拢无啦，因那派一个，因那面积较大哈。看我迄个，这个蒋介石议员无去，我派一个上细开科长，啊，我就是员工，哈，我叫来给我接陈情书，结果他都不能回答。你大概拢带恁个一定，我跟你讲啦，你看我无去啦，你莫讲啊，你看我来，我问你，香蕉下200公尺，哈，200公尺。这个可以扩充到这里吗？香蕉巷，因为你们才扩充50公尺而已啊。啊、对，叫我去沟通过啊，香蕉巷一间民宅公哦，愿意嘛无土地啦，因咧无批出批到遐，因咧违建的迄贴子嘛上台当贴。哦，香蕉巷遮吼，诶人拢有同意，吼，讲要
我们扩充道路，这个一扩充的话，这个还可以哈，这个预留哈，这个可以需要通往自由西路嘛？一万，通往台27线。一万，安尼啦哈，你讲的有道理，我会接受啦哈。啊，你若讲真正香蕉酱迄有贴无？有到迄落，因为这是市工作，得我来了解一下。啊，但是你袂当佫讲。我若要开路，你就讲，或者这个土地财团要搁人拆除，你即摆要搁叫我去拆？好啦，你即摆要怎开路？哦，你跟施工所讨论一下，我知道。你有两套标准啦。这位质疑啦，来，我问你的哈，这个百人的室内聚会哈，这个可以快筛这个阴性，或者是那个打三剂疫苗才可以入场？有可以有这个规定？因为现在毕业典礼。这个学校吼，教育处有教育处的这个规范吼，啊，阮有甲卫生局拢规范。毕业典礼，咱考虑到学生还是要实体吼，所以毕业典礼会照常实体进行。因为疫苗，国中，那国中呢，甲高中拢已经做到第三剂啊，吼。啊，所以呢，伫这个规定，咱伫这个实体的毕业典礼，去年线上毕业典礼，特别讲，大家学生拢。一生期待安尼伫，不管伫学校六年、三年，拢期待迄一天会当甲同学做伙领毕业证书吼，拢大家足期待。所以去年呢，即个用线上，因为防疫的关系。嗯。今年咱们共款。你爱规定啦，你爱规定啦，规定爱有迄个快筛啊，是迄个三剂证明才可以入场参加哈。这一定拢公布啊！来，我问你一下，现在确诊有3000多个人了。现在那个屏东的医疗资源总共有多少人？医疗资源量能是够的哈，大概让你多少人？让你医护人力大概跟他8000几个人哈。好，那屏东县总共有80万人口，一比多少？一比1000多个人吗？嘛差不多是安尼，但是这不是安尼算啦哈，因为这块的医护人力哈。这有一定的，咱即摆有拢维持，因为伊这个卫福部规定吼，专责医院有专责医院的人比医护比啊人数比吼，啊责任医院有责任医院，啊迄个医学中心有医学中心的比例不一样。好，来问你一下，反正可以应付就对了哈。哎呀，好，来我再问你一下，那现在所有公务人员哈，所有的加班都是1.7万哈。然后以上呢，就是责任或者是功德，或者是给他们补休啦，哈，哈。但是有时候是补休不完，可不可以取消这个17000的框架？就是说他实际加班多好，我们就实际加班变成现金给他们。你说给他加奖，那是无路用的啦，有的人无爱升官啦，这会使未？这17000的框架会使伊就取消的呗，有弹性的，把它换成，或者是把它提高。你不要17000，把它调薪成为20000。我这边那到底有可能促销伊啊？你这是安怎来的？你这边促销17000？17000啦！你迄个加班费安尼，你可能较无了解啦。较无了解。这你无了解啦。来，我问你诶，吼，这迄个乌克兰吼，哦对，我咧我先就看嘛，加盟人，我甲你讲吼，你这吼，你这迄个停车场吼。因为这里进出东芝，你们好像要拆除东停车场啊，哈，这个我们当时候还去抗议呀，哈，还跟那个副那个正副处长是较衰啦，他因我们去抗议嘛，哦，伊都爱打嘛，结果叶庆元阁收到这个恐吓电话嘛，哈，然后那个我们很多人这样哈，把他保留下来了，哈，然后我还陪他去警察做这个。做笔录哈，然后我问你一下哈，现在屏东公园的这个神社哈，这个已经被拆了，因为你们盖地下停车场，哈，这个有没有办法把它复制回来啊？议员两行哈，第一你咧讲胜利新村，我唔知你咧资讯安怎啦？你唔知啦，我甲你讲，你想讲我讲，这当复制的呗，这当复制的呗。你都乱讲一场，你都无这回事。这当复制的呗。啊，这无可能复制，这嘛唔是第七届，民国41年，现在大概办一届运动会，插一支牌啊，啊，这咪大家保留。咱2020办全中运，都无做牌啊。我跟你讲，九大湖哈，离迄个大洲里哈，社区够震音够震动哈，够震动还袂解决嘞，啊，你变那个解决？九大湖，伊是迄个大洲里诶，伊这是工厂登记的吧？伊迄个农地辉农用，伊是迄个特诶。
也许迄个农地会的违反区域计划法。议员，你这吼、哦，你这吼、哦，环保局给你安抄一个吼、哦，干那迄个去高频的迄个噪音测试啦，去年十月到今嘛一个月一遍啦。有啊，环保局拢讲迄个啊，迄、那个无超标嘛，引起的时阵弄个动超标啊，你是要？时间到，县长请坐。谢谢蒋一辉议员对县政的关心。接下来，我们请洪明江议员开始。